好，同学，我们看一下760页，16-4左上角那边有一个 table 讲的是说车子的重量跟车子每一公升可以跑多少公里之间的关系，希望能够找出来，建构一个针对这个每公升能够跑多少公里的一个回归啊。所以你的 y 啊，你的 e 变速呢是 miles per gallon， 就是每一公升可以跑多少公里，是不是每一加仑可以跑多少里？同学，每一加仑是几公升啊？每一里是几公里啊？好像没人知道。不可以啊，考生管会考的。这个生管有关啊，跟统计学虽然没有那么关系啊，但是跟生管有关的，待会会考试。我跟你讲啊，偷偷透露一下题目给你们，告诉你，一加仑是4公升，一里是1.6公里，所以如果人家讲28.7 miles per gallon， 一加仑可以跑28.7 mile， 请问你可以换算成为一公升跑多少公里吗？一加仑4公升嘛，好，四公升可以跑28.7×1.6，28.7×1.6是几公里？除以4就出来了嘛，就换算出来了嘛。所以这个是 common sense 要会啊。一公升是多少加仑？1/4加仑嘛，对不对？一公里是几里啊？1.6/1里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可以把这单位做一些基本解法，就是想到生管突然就想到了啊，就是待会生管可能会考这种题目。OK， 好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车子的重量会影响它每一公升会跑多少公里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你告诉我会不会？车子如果越重，车子本身用的钢板越厚的话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？你的油里程是不是越不经济？所以每一公升跑的东西是不是就很喘？就大概不会跑那么多。台湾的车子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大概平均一公升大概跑个10公里、11公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跟你讲，啊，一公升跑10公里、11公里、12公里就不错。好一点的看10、15公里有没有？很少看到能够跑到20公里的，一公升跑20公里。等于多少？等于20公里等于多少？一加仑乘以四，所以一加仑跑多少？四乘以60，哇！一加仑跑60公里，开玩笑，一加仑没有跑60公里，一加仑在美国大概只有多少？这个30公里都已经非常强了，30 miles 很强了。所以一公升，我告诉你，一公升台湾车子大概跑不到10公里。一公升跑不到10公里。好，那你有一个概念，台湾的车子一公升大概10公里不到，好一点的10、11、12公里，对不对？这样而已，已经很强了。那这边是一加仑跑28.7 miles， 那重量是2289磅，啊，这个是呢磅啊，然后呢右边是 miles per gallon， 然后呢他把这几部车子，一共多少部车子？12部车子点成下方760页的散布图，明显看的是负相关，好像是一条直线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 R square 也高达 93.5， 一切似乎非常完美啊。那只是有一个 unusual observation， 第三点呢，它有一个不寻常，它是右手边一个大 R， 2.26 大 R， 所以这是什么点？有大 R 那是什么点？ outlier， 对不对？有大 R 这是 outlier， 那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是大什么？大 X， OK， 所以这是 outlier。 这个 outlier 有一点啊，那么底下的这个标准化的残余像呢，发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形啊？它不是像一个喇叭状的，有没有？
是不是越来越放大？越往右边是不是越大？有没有 constant variance？ 它没有 constant variance， 它不是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变异数，所以它越来越放宽。所以违反的越来越放宽，老师告诉你，以后你看到了你的残余项分析，要么是越来越窄，要么越来越宽。碰到这种情形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怎么去做你模型的调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像这样的图形，显然你看它是这样子，你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大，或者是说呢，你变化幅度呢越来越小。像这种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小的话呢，就是告诉你你的 transformation， 你有必要把你的模型做一个调整。怎么调整呢？他说这种情形啊，基本上有两种 transformation， 一个是把你的自变数啊不是一变数 y 取对数，另外一种呢，另外一种方法，第二种方法。取相反数，取反数。你想想看 ，log y 配合 y 产生什么效果出来？如果这是 y 的话，同学你看一下，这个是 y， 这条线是不是 y 等于 y？ 这条线是 y 等于 y。四十五度角的线，这个区，啊，没关系，叫 y 等于 y 好。他等于他自己啊，他等于他自己，等于他自己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四十五度角啊，这边是多少，他这边就多少啊，这边是多少就多少，他等于他自己啊，对吧？那这条叫什么？这要是你的 y 是多少，就变成 log y， 对不对？我原先是 x， 我现在变成 log x 了。我原先是 y， 现在变成 log y 了。所以显然 y 等于 y 的这条线，也就是 y 好了。我们先看这 y 好了 ，y 比 log y 大还是小？你告诉我 ，y 比较大还是 log y 比较大？y 上 y 比较大呀，对不对？啊 ，log y 是说你呢必须要那个一的多少次方才会变成 y， 你要把它放大多少倍，乘以自己乘多少倍才会等于 y 啊？那我的 y 就是 y，y 就是 y 呢？那你那个 log y 是说你必须要底数要乘多少倍才会变成 y 啊？所以你要放大多少倍才会变成 y， 所以那个放大的倍数当然显然的就不如 y 了，所以 y 是比 log y 还大的。那现在你看看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变小？本来是不是 y？ 本来一变数是不是 y？ 现在把它变成 log y， 是不是缩小了？缩小以后呢，让它变成是，你看你这边残余项，残余项是不是很大？残余项这边比较小，然后越来越放大。如果你把你的 y， 你看我们的残余项是不是这样子 ？y 减掉 y hat。就是你的自变数减掉回归固色线的那个值，这两个差距就是 EI。 由于这个 EI 呢不听话越来越大，怎么样帮它下降呢？怎么样让它抹平呢？至少不要让它放那么大，缩小它的放大的幅度。怎么变？把这个 Y 啊不要再像原来 Y 那个样子，把这个 Y 变成 log Y， 可不可以？这个地方变成这个变成 log y， 就是你的 y 都变成是缩小，让它整个的幅度都让它缩小。y 变成 log y， 然后你这个 y prime 当然就是 log y 的结果，所以通通叫做 log y。那你看，本来 y 那么大 ，y 现在变小了，变小以后就很有可能会让它变小。Reduce 就变小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你的 y 变成 y 分之一，啊 ，y 变成 y 分之一，整个值也变小了。y 越大，它这个导数不是值就越小吗？这两个方法啊，都是常用的方法。你看761页最底下那一段文字也告诉你，啊，你可以这样做。Often，
The problem of non-constant variance can be corrected by transform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o a different scale. 这边讲的是 scale 就是它的幅度，它的规模，它的规模缩小它，它本来越来越大，缩小它的规模就可以有望可以缩小它的参与项的那个放大的幅度。或者是另外一个地方，763页这个中间数来1234第四段。Another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non-constant variance is to use 1 over 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stead of y. 这两句话画一下线，那它告诉你，如果你有发现这种残余项越来越放大的结果，你要缩小它的 scale， 你可以采用这两种方法的任何一种。而你采取以后并不保证你模型一定会正确，它只是告诉你，你可以用这两种方法转换以后，然后去放到 Minitab 去实验一下，看它结果怎么样。如果结果很好，那就对 ，That's OK。如果你放进去 Minitab 结果还是不好，再修，啊。所以这两个方法呢，给我们同学做参考。那这边呢，他一样的这样做，他把它变成 logarithm 以后，大家看一下762页最上面那一行，他说 most 大部分的统计软体都有一种功能，可以把你的资料换成为logarithm， 可以把它变成 logarithm 的这种资料，它有这种函数啊。Minitab 回去试一试啊。那么跑了以后，现在呢，它真的把它变成 logarithm 啦。那你就是说，车子的里程数变成 log 了 mpg， 本来是 mpg miles per gallon， 现在变成 logarithm miles per gallon， 其他都没有变 ，weight 是同样的 weight。这样一跑出来的结果，你 r square 的值，从原来 93.5 增加到现在 94.8 比较好了。那么重点是它的 F 值也变大了， P value 一样都很小。那最重要是它参与项分析变得比较像话一点，你看本来16:10是一路看起来就像一个喇叭一样，是大声公的样子啊。那现在在762页这边16:12那个图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像一个喇叭的形状了，就看得比较可以接受了，虽然还不是非常的好啊，但是至少呢你可以看出来它比较趋近一个带状的形状，比原来好很多，看到没有。所以这例子告诉我们说，你的模型怎么去做一些转换一些变化，可以让你的模型回归到比较正确的模型上头来。那么763页这边那个例子刚刚老师讲过了啊，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线性的，但是我可以做处理以后变成底下16:8再变成16:9都一样，都可以回归到了线性的架构，所以它是一种广义的线性的格局啊。所以以上呢16:1这一节谈了三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要让同学熟悉，你以后要去一笔资料给你去找它的回归模型，你去跑，你一看 F 减 D， 你一看 T 减 D， 你一看 R square， 然后再考什么，再看它的参与项分析啊，然后你看你觉得不好啊，然后你做换调整。你第一个例子谈你 first order 可以变成 second order 加一个 x 平方，因为它有一个曲线状。第二个例子谈你可以有一些变数彼此间有互动联动的效果，一起产生作用，碰到这种情形记得要加一个相乘积的项。第三个例子，如果你的参与项分析越来越放大或越来越缩小，你可以采用logarithm y 把你的一变数做转换啊。转换的方式有两个，一个是用这个对数，一个是用导数，这两种方法。R² 高的意思是说你的自变数跟你的一变数之间的相关的程度非常好，可是非常好并不代表你没有好的那一部分，你知道吗？
我们所谓的 SSE 啊，这个 EI 呢，这 EI 就是残余项，而这个残余项呢，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很不错，我说画个图给你看。像这样的图形，参与项 R square 看起来不错吧？是不是很低？可是你发觉呢，它参与项呢，越往右边的时候，这个豆芽越来越长了，看到没？就是个 EI 的值越来越大 ，EI 值越来越大，就像刚刚这个样子，就越来越放大。所以整体来讲 ，R square 值相当不错啊。可是为什么 R square 的值很不错，但是残余项的特性却显示出来它违反了 constant variance 的那个条件？所以 R square 值虽然高，并不代表你的模型是好的。所以这个例子充分告诉各位同学，不要只看 R square 的高低，只看 R square 高低，你只看到问题的一面，还应该再做残余项分析。都是什么？都取肉的，哎，变成新的胚胎。对，这样的话就是简单被 scale 变小了。本来是以千万计，现在所有的房子是不是都以千万计？台北市的房子都以2000万、3000万计，每一坪都是5、60万。现在把它如果有望在未来这两年可以把它降低到20%、30%的话，虽然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效果，但是整体来讲呢，不再是千万计，以百万计了，对不对？以百万计年轻人都可以买得起了。所以它这个差距呢，这个 scale 就是那个幅度啊，从千万，从大联盟啊变成3A 级的小联盟了，啊，是不是全部都缩小了？是这个概念，啊 ，OK。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好，继续往前看。有时候你的模型啊是这样子，现在呢你在考虑要不要加一个新的。加一个新的，值不值得？要不要把原来如果是这个模型，要把它变成这个模型，把一个拿掉。但你在做回归的时候，就好像你坐在那实验室，你要添加这个化学剂，我化学不好，没法取很好的化学例子给人。Na 加 Cl 变成什么？哎，是有哈，这个还记得，记得那个有 CR 叫铬，对不对？铬是什么颜色啊？二氧化铬是什么颜色？铬加什么东西就变成，是吧？哪一个化学比较好？快告诉我。铬 CR 叫什么东西？那个你们叫铬，我把它练成铬去，这个。对不对 ？CR， 对不对 ？CR 加什么东西变成红色的？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啊 ，OK， 啊，总之我很久没有这概念了。那你加个什么东西下去，让它氧化，颜色是不是就沉淀，然后就跑到那个溶液下底下，对不对？跑回归一样的概念呢，坐在电脑面前，你加一个东西下去，你加什么东西？加一个新的自变数下去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原来是这个样子，你说哎，现在不行，现在必须要把某一个自变数把它拿掉，就把它拿掉，是不是回归是不是变成这样？你要加一个新的化学药剂，或是你不要这个新的化学药剂，你坐在实验室那边就在实验。所以跑回归啊，如果你有耐心去跑，你会发觉就好像在做实验一样，在实验室里头做实验一样，加一个减一个。以何为准？以何为判准？我跟你讲，以这个东西做判准。现在在讲这个概念。他说啊，
你只放一个自变数的时候 SSE 啊，你的 sum square due to error 把它叫是由一个自变数所构成的 SSE， 你加了一个进去以后是由两个自变数所构成的 SSE。 OK， 请问一下这个量比较大还是这个量比较大？只有一个自变数的 SSE 比较大还是两个自变数的 SSE 比较大？啊，你们忘了一个概念了，老师跟你们讲过了，我们不是说吗，在回归里头我们可以证明哦，自变数的个数越多的话 R square 值越大，所以才会构成放水灌水进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们都喜欢多加一些自变数，因为 R square 是可以冲高嘛，是吧？所以才会产生说呢，那我们不能这样子，我们应该要实质的，你都要瘦肉不可以肥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调整了 R square， 变成叫什么 R square？ Adjust R square， Adjust R square 就这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 Adjust R square 告诉你，你的 P 不能太大，你 P 大的话 ，Adjust R square 是一定下降啊，啊，就是要限制你的自变数的个数不可以增加太快，所以希望你的模型啊越精简越好，自变数个数比较多，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看，你放了两个自变数下去以后的 SSE， 由于 R squared 会升高，什么东西变大了？多放的自变数以后，什么东西变大了？还是没反应哈、哦、？OK， 好，没有反应，再看这边，啊。常常要把这个方程式啊记在脑海里头。你如果 R squared 会增加 ，SST 一样不变啊。各位同学 ，SST 是讲 Y 哎、欸，这个有变吗 ？I 有没有变 ？Y 从来没有变过，变的只是你右手边这些 X 啊。所以所谓的 R squared 增加，这个没有变，是这个在增加 ，SST 增加，然后 SST 增加，所以 SST 一定下降啊。因为这个不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自变数越放越多的话，是什么东西增加了？那什么东西变小了 ？SE 变小，所以哪一个大？这两个哪一个大？啊，下面，这个才大啊，这个小啊。所以你去研判说呢，我值不值得把这个新的自变数？不是新的自变数，我要不要把 x 二把它移开，或者是把 x 二加进去？我就算这两个相差还没有变化之前的 SSE 是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加了一个进去以后 ，SSE 变小，变多少？少了多少？少了这么多，少了这么多，原来是因为少了一项，自由度是不是增加一个？是不是增加了一个？就是因为增加了一个吧，所以它之所以会少，是因为来自于一项之变、一项之增加或一项之减少，自由度一个变化，所以我除以一，这样懂意思吗？那这个东西代表一个自由度的变化，造成 SSE 产生多大的变化？这个变化量必须要去跟某一个东西做比较。跟什么东西做比较呢？跟一个标准去做比较，看，跟谁做比较啊？你加了一个以后变成是两个了，变成两个以后，这是原来的模型，这个是新的完整的模型。这两个模型差别就是一个是多增加了一个，我们往往把这个模型叫 full model， full
就是完整膜，这个是什么 ？reduce 膜 ，reduce model，reduce model 就是什么？就是这叫什么？这叫完整版。那这个应该 reduce model 应该叫什么版？限量版、有限版，减少了吧？就是没有像原来那么大的版，所以1.0版，这是2.0版，是吧？1.0版是什么？1.0版叫 reduce 嘛，是吧 ？Full model 就是2.0版啊，或者3.0版啊，就是越来越完整的一个模型。所以我们比较的对象就比较了，跟谁比啊？跟那个完整模型的MSE 来比，这个就是完整模型的 MSE 啊 ，full model 的 MSE 嘛，你看是不是 SSE 去除以它的自由度啊 ？SSE 自由度是多少 ？n 减 p 减一嘛，对吧？是 MSE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在完整模型的MSE 为基准之下 ，MSE 意思是说平均每个自由度造成多少的 SSE 的变化，以这个东西当基准，我来检验我现在少了一个或是多了一个自变数以后造成 SSE 的变化，这个一个自变数的这个变化跟原来平均每一个自由度上头所造成的 SSE 的变化，这两个通通都是单一一个自由度之下所产生的 SSE 的变化，这样的变化到底跟这个标准比起来有没有比人家大还比人家小啊，这个比例有多大啊，这个比例如果越大的话越怎么样，这个是标准对不对，父母是标准，如果这个比值大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 X2 这个自变数对于整个模型所产生的变化越，我讲是大，所以分子除以分母如果越大的话代表现在这个分子，这个分子的由来是从哪里来，分子的由来从哪里来，是因为你多增加的 X2 嘛，你多增加的 X2 所造成的 SSE 的变化是不是分子，分子除以分母如果很大代表什么，大声一点，对嘛，就等这句话嘛，等那么久才出来， X2所造成的这个模型 X2 这个单一的这个自变数对于模型所造成的冲击是高于一般水平的，是高于标准的，分母是不是这种标准的概念，分母是说我平均每一个自由度按你讲 MSE 应该是多少对不对，这是不是一种标准，什么事情到了某一个地步是不是应该都有一个标准对吧，那现在分子由于 X2 的加入造成 SSE 的变化，这个变化量是高于一般水准的，代表这个冲击是不是比较大的，冲击比较大的这样的自变数要不要忽视它，应该忽视它吗，要不要忽视它，忽不忽视是看什么，贝塔2等于零，现在我捉了一个 X2 进去，我的 H0 就是叫 beta2 等于零， beta2 等于零是什么意思， X2 前面的系数等于零，叫 X2 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，意思就是 X2 不显著对不对，不显著 X2 不显著这个假设随着这个比值如果增加的话， X2 不显著这个假设应该怎么样，拒绝接受，等于零，这个假设应该被拒绝还是被接受，拒绝接受，拒绝接受嘛，拒绝接受它简称叫拒绝，是不是拒绝它，
因为你比一般水准还高啊，所以代表它是有影响力的啊，它会造成冲击的啊，所以它等于零的这个假设，这个 H 零应该把它 reject 掉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以这个判准来决定它，因此呢，写一个大家比较能够清楚的一个写法，我们说它是这样子啊。说它 SSE reduced 减掉 SSE 4除以这个 extra terms 多出来的项除以SSE 4除以它的自由度 N 减 P 减一，这是一个 general 广义的一个表现。General formula 广义的一种表现方式。用这样的东西来表现，刚刚所讲的这个东西只有单独做，这个是 reduce， 这是 for， 只是一个自变数的差别而已。所以我们写这个样子，但是广义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写成这个样子。这样来写的话呢，同学你看一下，写在哪边？写在16-15那个式子，769页最底下，啊 ，reduced， 啊 ，SSE。那除以 number of extra terms， 这应该前面加一个 number of extra terms， 所以多增加的这个 terms 有几个 terms 啊，然后记得要除以呢 full model 的 MSE， 这是在16-15那个式子。那你如果就一般来写的话，你可以写成为像16-13那个式子。同学，16-13那个式子是来是为了要检验什么？为了检验呢，H0 是什么？它那个 H0 是说，你原来是16-11那个式子，现在增加 Q+1、Q+2，一直到 P， 增加这么多个多少个 P 减 Q 个自变数加进去，就变成16-12那个 full model。所以我们要检验这 Q。P 减 Q 个自变数的加入到底值不值得？它是不是应该加入进去？我们检验的 H0 就是所有的贝塔都等于零，所有贝塔都等于零，是一口气检验这 P 减 Q 个自变数应不应该加进去模型里头，所以一起检验 P 减 Q 个，所以写法就是贝塔的 Q+1 等于零，贝塔的 Q+2也等于零。一直到最后 ，beta p 也等于零，所有的加进去的 beta 都等于零，意思就代表，所有这自变数加进去的自变数都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，啊，好，这样的一个结果呢，就写在分子，所以就是 SSE 原来只有 Q 个的 SSE， 减掉现在你有 P 个这么多的自变数的 SSE， 所以 extra term 是 P 减 Q 个。除以整个的话，那就是全部 P 个的 MSE， 对吧？这是不是它的 full model 这个形态？那现在看一个例子，我们左手边在768页16-10这个 model 里头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刚刚所讲的，你的多加了一个的 SSE 产生多少变化呢？同学，你看一下767页最底下。SSE 只有一个自变数的时候的 SSE 是 8.029， 现在增加了一个下去以后 SSE 减少为 2.299， 所以减少多少？减少 5.731， 所以 5.731 除以 1， 再除以呢你的 SSE 是 2.299， 是除以呢你的 N 减 P 减1是 7， 所以除出来的结果你 F 比值是 17.45， 17.45 这个时候的 F 呢，它的自由度是多少？一，然后下方这个是 n 减 p 减一 ，n 减 p 减一是7，所以1.7 0.05，
跟这个东西做比较。同学你看一下，17.45去跟5.59，5.59是查表所得到 F 值，显然比它大很多。好，比它大很多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分子所带来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？因此这一项是很关键的， X2 是很关键的，所以加进去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不应该说它的效应等于零，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它排除掉，所以拒绝 H0 现在是谁？这是个提问的 H0 是谁？是这个贝塔数等于零，这个 H0 呢，这个被拒绝了。好，这被拒绝，这样懂的意思吗？啊，所以 general case 上头也可以做这样的表示啊。那么你可以去看看呢，这个翻过来770页这边，那你当然也可以用 p-value 的方法去算它了。那 p-value 当然也都会做了，电脑报表它可以帮你提供一个 p-value 出来。整个这个值变很大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你多增加一个进去以后，造成它缩小的那个幅度，缩小的幅度是归于 X2 的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多增加这个 X2， 造成这个量呢小到这么多。好比说这边原来它不是说原来是8点多吗？现在变成多少？2点多。这一线缩缩了多少？缩了5点多，对不对？5点多去除以这个量，这个量原来只有多少？看原来这个例子，原来这个例子只有多少？哦，只有0.328啊，这个0.328，那你像5点多是加0.328的几倍？10几倍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？十几倍代表多人家多很多啦，比别人家10几倍，哦，那你这个效果很明显啊，不可以忽视，所以等于零的这个假设要把它拒绝掉。对不对？我没有回答你问题。SSC 很小，代表 SSR 很大，代表 X2 放进来以后很好啊，很漂亮啊。我们看的是 SSR， 大概你把它搞混了。SSC 越小越好啊，不是吗？那就小代表我 X2 带来的效果很好。SSR 大了 ，SSC 小了，代表 SSR 大了，对不对？效果很好，就是 SSC 变小了。SSC 不要忘了 ，SSC 叫 sum squared due to error 是不是小了？效果好的意思，纯粹是做 R square 上头来讲的。R square 不要忘了 ，R square 是 SSR 除以 SST，SSR 除以 SST， 是 SSR 是 SST 减掉 SSE 去除以 SST。效果好指的是这个好，这个很大，这个大代表这个小。所以如果现在变成2点多，这个小很好啊。所以你的残余项的那个 sum square 是小的，对啊， x2 可以放进来啊，所以 x2 等于零， x2 不应该放进来，这个假设应该被拒绝掉，对不对？那它好啊，它好啊，你 H0 说它不要啊，贝塔2等于零，这个假设就被拒绝掉。 OK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。